今天想吃什么呀？奇怪，到底是谁呢？嘿，我来了！猜猜我带了什么？看，你还没有吃饭吗？那一起吃个饭吧。记住，趁热吃才叫好好吃饭。我跟你们这说啊，等有一天我的作品登上了杂志的话，我请你们每个人吃火锅。今天想吃什么呀？开个小灶吧。看，好好吃饭，你也是。思旅生生，铭记心间，爱与关怀，囿于日常，未来好好相伴，好好吃饭。